Hello，大家好，今天是20171月9号。OK，昨天跑完这个大致跑完这个迷宫，然后现在应该是要打王吧？看起来是要打王。这个，我来这边是要采花。然后采花回去之后是要进去一个什么银幕民的一个房间吧，银幕民的房间，然后要拿那个石头。果不其然啊。有双萤幕真的是很好用欸。而且我原本是用那个24寸的Acer 萤幕，然后那天之前就是我那台42寸的 LG 电视就一直放着，没有在用，因为也很少看电视啊，所以就丢着。然后后来才想说，那不如来弄个那个双萤幕好了。然后因为我的显卡是660 Ti， 所以是可以用双萤幕的。现在一用了之后就有点回不去了，因为真的是很好用，超好用的。你可以以前只有一个萤幕的时候，你都要迁就来迁就去的。假如你在看这个，你就不能看另外一个，不然就是你在看另外一个就不能看这个了。以前真的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开第二台电脑这样子。以前就是开两台电脑嘛，然后各自一个萤幕嘛，然后就是两边都有的看这样。可是这样你毕竟是开两台电脑，然后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萤幕，一方面耗电，一方面是没有那么方便。然后现在用一台电脑，然后双萤幕，这样就超级方便的，因为你那个视窗也可以拉过来拉过去，很方便。然后因为我另外一台萤幕又是42寸的 LG 电视，超级大的，
就摆在我大概离我一公尺的距离而已。一公尺的距离而已，所以就看起来就是很爽。哦，他这里也给我一颗石头诶。昨天有看攻略的时候，顺便去看一下这游戏总共有几个角色，然后看完总共有15个，也就是说我目前玩到现在为止，我还有另外8个同伴连见都没见过。虽然一方面觉得可惜啊，但是一方面也说。让其他有看到我目前在玩的这个影片的观众，留一些什么，怎么讲？就是留一些内容让有看到我的影片的观众，然后也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观众，然后想要自己去玩的。就留一些内容给这些观众去玩，这样不要说我都把雷给爆光光了，刚玩起来就没有意思。而且这游戏它也不是说很古，它是老游戏没错，但是也没有那么古董到你连想玩都有点难玩。这游戏你在一些 PC game 卖场还是找很轻易就找得到的，而且官方也有释出那个免光碟档、免认证档，你只要安装完之后，然后再去下载官方的那个档案，然后更新之后，你就可以不用认证，然后也不用光碟，就很不错。
你慕名是专门研究草药的吗？送我那么多。OK。青龙国在那边。周小国，周瑶国。那里面真的是好多种族哦，有些都蛮可爱的。看起来是要解谜了，因为这里有个，这应该是说明的吧？对对对，苦海无途，回头是岸。屁啊！我回头了没用啊！欺骗。
青妹。主人，暮云有主人哦。靠！好难哦。这个我就真的完全看不懂了。他第一句外飞路是什么意思？
完全不懂。老朋友，老朋友，你果然来了。
啊，这是神展开哦。嗯，好奇妙哦，神展开。我们来整理一下好了。所以，反正它原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会导致山海界的一些自然灾害吧。所以前一任，所以第一任的青龙圣者就把它分成，就把它打散成身体、魂魄还有灵魂，身体、魂魄、灵魂三个躯体，没有三个部分。然后身体跟魄体被封印沉睡了，然后灵体没有被封印，灵体没有被封印，然后灵体就是这个老太太。然后为什么？是说他们三个部分，是说他们被打散成三个部分之后，为什么都会各自有会有各自的意思？有各自的意思。身体现在是还沉睡着，然后我们的魄体是被那个黄埔牧云给叫醒了，然后灵体是本来就一直醒着的，它没有被封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灵体就跟第一任的青龙圣者达成了协议，帮忙，等于是帮忙封印他自己啊，可以这么讲。还挺慈悲的欸，可能也是念在自己完全合体之后会给世间带来灾难，所以他就怎么讲，恻隐之心大作，然后同意青龙圣者帮忙封印 OK。没错，你猜对啦。这里是不是有打错字啊？没想到你居然跟甘愿当那个家伙的走狗跟。这里为什么有个跟？Thank you.
陆贤帝，请你别再介入与青龙族有关的任何事了，否则我可能也无法回复你们了，珍重。他们当初说要去查凶手，查那个凶手，然后想说先来青龙国躲避一下，等那个风声过了之后再去查凶手，证明清白。结果来这边之后就意外遇到我们的凶手自己跳出来承认。天底下有没有这么刚好的事情？也太刚好了吧。你们想以多欺寡？靠背，你干那种事，你干那种栽赃嫁祸的事情，你还在这边讲什么以多欺寡？无耻！操你妹的，你才卑鄙吧！嗨，晚上好，白叉 Y 先生你好，白叉 Y。这家伙怎么感觉有点强？80D， 哇！哇！381D 只跳一点点。
哇，好强哦！1169。哈哈，冷门。嗯，我想一下我要怎么讲，有点复杂哎，冷门。不算是吧，这其实我只主要是要把它录下来，然后当作我的国产。我有在做一个系列，就是探索国产单机怀旧经典，把一些比较古老的我们台湾在2000年左右的 PC game 重新去玩，然后录下来 po 到那个 YouTube。 然后因为轩辕剑因为太红了，他那个轩三，还有天之痕，还有四代跟四代外传，其实也都蛮红的，所以我才想说找一款比较没有那么靠我被哦，血都满了 ，OK， 就是找一款比较没有人，就像你讲的比较冷门的来当做轩辕剑的代表，这样。国产古老怀旧等于冷门，好吧？没错，就是冷门。也不会啦，我轩辕剑五比较特殊一点，因为轩辕剑照理讲我只要录影就好了，没有要实况。然后因为它比较特殊一点，就是也有开实况的关系，所以轩辕剑五代玩完之后，我就会去玩比较没有那么冷门的游戏了。不会啊，因为有点复杂，我也一时之间无法跟你解释得很清楚。61，你有玩？你玩到破关了吗？哇，7D耶！这么冷门都有人进来，不要这么说，我之前实况也有人进来啊。不过之前那个进来也是讲几句话而已，就走掉了。我记得我实况轩辕剑五第一个进来的是那个我在解谜的时候解不出来，他进来跟我讲解法，超好笑的。哇，这只真的是有点强哎，快撑不住了。
体力都空了，我得吃一点药。呵呵，实况有人聊乐趣会多点，没错啊，是啊，开实况不就是为了同乐吗？因为其实照理讲我的轩辕剑5是不应该拿来实况的，照我原本的规划的话不应该拿来实况的。规划来不及变化，没有啊，当初也是有点无聊啊，想说那边录，不然来变实况好了，要不然我的国战单机系列基本上都是只录不实况而已，不实况的。我实况的会是另外一些游戏啊，像是 PS4、PS3、PS4、PS3， 还有那个 Steam， 还有一些比较冷门的 PC game， 就这一类才是我会拿来实况的游戏。什么？我不能补血了。他那样影分身就只是为了，让我无法施法吗？影分身，然后我无法施法，这个逻辑好像有点无法理解。我无法理解他的影分身跟我的无法施法有什么关联？啊，不能补血。冷门游戏虽然没什么观众，可是热门游戏，怎么说嘞？
实况一些冷门游戏也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也是蛮有趣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实况一些热门游戏就觉得没有那么有趣耶，我不是这种感觉，没有那么有趣。因为大家都在实况啊，就感觉大家做什么，然后你也做什么，比较无趣一点。普攻都结束了，哈，热也热不过别人。像我之前冷到底，像我之前有那个我那什么黑暗灵魂三代，我有开实况。我黑暗灵魂三代开实况，其实也只是为了说把它录下来而已，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的一款游戏，所以想要边利用 PS4 的内建实况、啊、然后在 YouTube 平台。实况，然后它就会自动帮你把那个档案给留下来了，这样就不用说我自己在那边录，然后自己在那边上传个老半天，很方便。然后那时候实况的时候也是，也是好几个人来看这样。可是你也知道那个游，我是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黑暗灵魂》啊？然后那个游戏就很容易被雷啊。然后你就会被雷的有点不太开心，先退。我们的入城轩怎么感觉从中段之后就变得有点像柯南一样，对什么事情都很敏锐。黑暗灵魂，所以你不知道黑暗灵魂哦？黑暗灵魂都出到三代了。OK， 了解。对啊，很多人实况啊，因为那款实况，以观众的角度来看的话，看人家实况那一款游戏还蛮有趣的。因为就看那个实况组一直死，然后他越死你就越开心。转不过去。话说，我现在打一些
boss 类的怪啊，他也会给我那个石头。所以我现在到底是几颗了、啊？十颗，天生变态。木爷客房，我记得是在这边，应该是这里吧。OK， 因为我的国产单机都只玩一个小时啊，我现在玩了55分钟了，然后剧情刚好告一段落，那我就玩到这边了。接下来的改天再玩了。OK， 谢谢我们的白叉 Y， 这样叫你是不是会不会有点不礼貌？White XY 先生，谢谢你，你来这里陪我，看我自言自语，然后又来陪我聊天。OK 啦，谢谢你，拜拜。